书画间，因为人很多，其实你知道一开始看到新朋友，大家都不是很熟悉，有点陌生。可是因为我认识小乐的姐姐，然后但是他们两个名字，我刚开始我都会搞错，所以我就一开口就先叫她姐姐的名字，可是她还是回头了，然后我就说啊，你是叫吴思。我叫吴思妍，对，他叫我姐姐姐的名字。他说吴思妍，可是因为其实念很快的时候很像吴思贤、吴思妍，好像是哦。对，然后他就过来了，然后我们就相认，就说啊，他是你姐姐对不对？这样。对，然后之后因为其实就是雨希姐，其实就是一个很真，然后很大辣辣的女生，就是所以相处起来，应该大家相处起来应该都跟她就是很快就会熟悉了，因为她的个性就是这样。那雨希啊，我们知道每次来线上的时候送礼物之外还要爆一个料的，你可以爆一个秘密的料，就我们这边几个人知道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几个人知道哈？对，几个人知道就好了。Okay, 大家听了之后不要说出去，我想一下，有啦，我在现场的时候有观察到，他拍摄到后期呢，有一个蛮有趣的习惯，就是呢，他开始。大家紧张吗？有一点紧张。对，因为我没有跟他 re 好，我没有跟他说我要说什么。这个是 surprise。对，不错啦，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就是呢，大家每天哦拍戏，然后他会练习他的台词，然后除了练习台词以外呢，他很忙，他还会练习他的舞步。所以就看到好像有一个很奇怪的人，他在跳一个很帅舞步，可是他在讲一个学生的台词，然后就觉得很冲突。你现在可以来一下啊。对，那时候因为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拍到后面已经快跨年了，对，然后我在特别准备跨年的舞蹈，然后呢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拍戏又很辛苦，就是台词常常是可能当天给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拍，对，而且一整天都在现场，他真的没有时间再去额外练习，所以我就在现场跳，唱跳的那一只拿麦的手呢，我就会变成拿着剧本，然后在那边，对，然后男男边跳边念自己的台词，喃喃自语：“奇葩真啊，你啊，这样。”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。我麦子天下第一帅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旁边偷偷看，我看我剧本，然后剧本挡着脸，然后一直偷看他，说这小孩真是很有才华。对啊，那时候有时候会偷拍我啊什么，可是因为就是我们两个常常，因为老师其实也是一个，他就是虽然是老师，但他的个性就是那种，其实也是一个跟我们可以打成一片。其实讲简单一点，他也是个小孩子，我觉得。我是一个大小孩。真的，他是一个大小孩，就是我们是那种会一起在那边胡闹，然后那边整别人的那种。对。对，所以我跟老师很熟，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可能刚好缘分，就是我们个性有点像。对啊，对，我们还蛮合拍的，都是属于调皮的那一种，喜欢整别人。所以希望老师今天来帮我们站台加持，让我们的这个专辑会有很好的成绩。谢谢。那最后呢，我们要请老师好好的为吴思贤好好加油打气一下，当然只有你讲不够了，我们来跳稿演出好不好？我们请黑人哥上台一下好不好？还有 Andy 哥上来一下好不好？两个都上来好不好？掌声鼓励！ Andy 哥、黑人哥 ，Come on！ 黑人哥，请你站在小乐这边。好，我们要轮流说祝福而已，加油打气的话，因为马上的大日子要登场了，专辑要开始，麦之外呢，六月六也要登场。好，女生 ladies first。好、哦，那么怎么我是 lady 没错嘛？怎么哥怎么了？黑人不要乱指啊，对。你先了。OK OK， 那今天很开心，大家在这么热的天气来现场支持我们小乐，然后呢，希望他往后出专辑，大家也可以继续多多支持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在下一个讲话之前呢，我想要送雨希姐我的专辑，就是我先特别写好。对、哦，谢谢。谢谢老师今天来，然后我很感动，谢谢你。哦，我要哭了，谢谢你。怎么样，有一种师生恋的 feel 是不是？没有这种事。砍花太多，我觉得暧昧有点说不上来这种禁忌的一种不伦了、啊。感觉好吗？画面还可以。不是，有 feel 到这个氛围。哦，不伦了、啊。西门町常常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不不，我说有一些小孩看多。不要在我们画街了，好好好，哎，先送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来两个握一下那个专辑，看一下，好。Andy 哥，好，我要说什么？等一下，他们还在沉浸在一种不伦。
不然这样。好好，放开放开。干脆来一个揉捏状态，肩膀那边。好好好，没有很开心啦，因为隔了700多个日子，因为那时候要拍《料理高校生》嘛。当然，首先也要谢谢料理的这些哥哥姐姐们照顾小乐啦，真的。然后让他在这个环境当中学习成长，然后这一次重新出发，然后第二张片子，然后今天来的真的比第一张的人多蛮多的啦。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各位媒体大哥，就是这个都愿意来，因为隔壁还有一个人气王，也要做签唱会。谁啊？毕书尽，对对对，怎么样？但现在人气王，我最讨厌一心二用的人啊！对，也要多支持。对对对，华语流行乐，我觉得华语音乐很重要。对，然后我觉得小乐真的很努力啦，就是从一开始到现在，对对对，怎么了？你心中有种我靠衰小了，是吧？同一天的，对啊，很棒，很勇敢。不会不会不会，就是因为他也是前辈，然后觉得哎呦，好像真的怎么样？没有，他就是个前辈，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人家也是非常努力，所以他也是我的一个目标之一啊。对，啊，我们料理高校生的歌也是他唱的啊。对对对，对啊，插曲。对啊，大家对不对？亲上加亲了，要好好向他看齐。对，嗯，好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，我们没有输太多啦，就是我们至少有努力，有成绩，然后总而言之就谢谢大家，然后希望这张专辑的作品。因为很开心，刚一来，丹尼斯就跟我讲说，这支歌很不一样嘛。对，我们其实真的找了很多的老师，然后也谢谢这些老师来帮忙，然后一起合作，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，然后继续支持小乐吴思贤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最后黑人哥，因为还是要在这边，当然，因为小乐是自己小老弟嘛，认识这9年，还是要亲自来现场支持，用行动来支持，然后也代表。我们所有的团队啊，跟大家说声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支持小乐，来，小乐跪了，悲情之夜有没有？以为跪了会怎么样？我死鬼、啊！不，还是要真的要感谢大家，那也希望大家多给我们小乐多多支持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掌声加尖叫啊！大声！今天要让隔壁的毕书尽听到，一二三。好，我觉得这个口号不错。还有一个啦，我要谢谢雨熙啦，因为3天前才通知他，而且他二话不说就答应了，然后等一下还要赶回去拍戏。我们给那个林雨熙掌声鼓励一下吧，谢谢他。我们来拍一张照片好不好？来，麦克风电视，特别为小乐麦克风电视收一下。还有我还有事情要特别提醒一下小乐，等一下那个匾额弄完还给我哈、哦，其实那是我的匾额，伟忠哥之前送我，但是写错了，天下第一诗，中文不好，我把它抠掉才送他，天下第一帅是他的。好好，拍个照，拍个照，谢谢谢谢。等一下，天下第一诗来了。看看我们中间的相机，看看你左手边的相机，相信我们团队会继续努力，让华语歌坛百花齐放。看看你的右手边，再看看你的正中间。谢谢雨熙，谢谢黑人，也谢谢 Andy 哥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有那种奇怪？的确有那个氛围，黑人有没有？两个在旁边抱来抱去，依依不舍的。今天来了很多朋友为你支持、加油打气，又来到快要下雨的西门町，大家是不是应该多听一首歌之类的？